五代和尚，目揭陀尊者，那么十八罗汉里面的吗？目揭陀尊者，五代和尚冒初起，大富翩翩下不离，试问佛法为何物？放下布袋要提气，放得下要提得气。哦，这还有大仙寺，举办新建的，哎，重建的三宝殿，那个新建的准提殿、祖师殿，然后圣像。安座大殿、圣像的开光大殿，在中华民国106年（公元2017年11月12号），中华文化复兴节，国父诞辰纪念日的日子，农历9月24号礼拜天，举行开光大典。